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五，日复一日淘机，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批发市场，关注我，所有手机批发行情都在这里。今天要去市场拿机的时候，有个档口阿姐给我看了一堆只要1400的苹果 X2， 走，让我们看看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先把昨天剩下几台没有发出去的手机发一下，然后去安卓市场拿一些安卓机。这台 OPPO R17 8+128G 的是来自佛山小李子要的，小李子也是关注了我一个月，直接爽快下单的，直接说预算就1400，让我自己看着安排。这直接的让我有点惊慌失措。不过我们也是找到了这台内存足够大，续航也是 OK 的，最主要的是这个成色跟新机一样，没有一点磕碰划痕。现在市场拿货的话也是1000出头，也是非常适合学生党使用。然后再带一台 Mate 30 Pro 8+256G， 屏幕采用全面刘海屏，机身搭载麒麟990，支持 5G 面部识别多点触控，后置4000万像素，电池容量高达4500毫安，而且还支持40瓦快充，简直就是懒人必备，充一次电可以使用1-2天。 Mate 30 Pro 现在这个成色市场拿货的话也是在4000出头。现在再去隔壁找一台黑色 X128G 的国行的手机，说实话真的是不怎么好找，找了好几天都没有找到一台合适的。你们看到没有，前摄像头都歪了，要是不仔细的人还真没有注意到。算了，也是懒得看了，还是先去找一下别的机子吧。我们现在去苹果市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机子。这台 TEN 256G 白色是来自同城老铁订的，本来想叫老铁过来面交，顺便坑他一顿猪脚饭的，结果老铁也是没有时间。我们也是认真检查了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原装屏跟换过盖板。苹果 TEN 这种机型的手机是真的要非常注意的，因为每台档口给的报价都不一样，猫腻实在太多了。我们也是看了几圈后才相中这一台电池效率高、屏幕很完美的机子。现在市场拿这种全员的 TEN 的话，价格也是在2500左右。随后到了另外一家档口，这台前后玻璃都爆的 X264G 档口给我报价1400，让我想到这段时间很火的 X2-12 就是用这种机子改出来的。唉，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被收割了，这种机子都是重摔的手机，主板多少都有暗病，小五自己也是看着就好了。S11 一代性能小钢炮最近也是带的挺多的， A9 的处理器主要是300多的预算，还能依旧流畅的吃鸡王者香香啊，兄弟们。然后我们也是按照惯例检查下有没有什么暗病，其他再带回家测试。这台 8P256G 金色是来自江西老铁订的，预算不高，但是又想要高性能体验的粉丝， 8P 还是不错的选择。 A11 的处理器打起游戏也不会输给11，而且用过的人都知道 8P 散热是真的快，不管是拿来当主力机还是备用机，再上个3-5年都不是问题。现在 8P 市场拿货的话也是在1900左右。接着去三楼拿了一台系统版本较低的 Mini4 64G 的，这台机子不管是从品相数据上看都是非常好的，分析与改进里面数据少得可怜，说明这台电池效率肯定是非常高。我们也是大概测了一下功能就直接带走了。看了看时间，市场的人基本都走得差不多了，小五也是很多手机没有收到，看来只能明天收了。大概看了一下今天拿了几台机子，跟老铁们汇报一下就准备收拾回家了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喜欢更多华强北淘机二手机行情的，可以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